真的喜欢他们的 teamwork， 他们在舞台上的 energy， 真的太期待了明天正式的表演，真的。刚刚那一段真的帅到我了。如果跟着这个程度来做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绩。很不一样哦，不一样，改变很多哎。刚刚有一位成员是摔倒了吗？舞台上还有很多失误嘛，所以就要反应就要很快。刚刚你们是不是有一个队形是站在一排的那个？对，间隔有一点不对，可能回去的时候要再看一下那一段。最后一个镜头，一个高音，眼神别飘了，刚才飘了一下，有点跳戏了。He had the habit of like put his hand in his pocket. He just like be careful with this like habit. Yeah. 就是大家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看地上太多了。可以再投入多一点感情进去。今天彩排结束之后，真的你们要再去练习室里面关于走位的这个问题，再多练多做一点练习。